葵花宝典是一部惊世武功秘籍，曾经在我们手中，后来被魔教的人抢走，如今剩下的就是这几招了。葵花宝典，它是我日月神教的镇教之宝，只有作为教主才可以拥有它。 你相不相信，不出十年，我会成为这武林中第一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只要灭了零九四，以后再向消灭其他门派，就易如反掌。哈哈哈哈哈！其实，正邪两派相斗已久，无非是想独霸。雷教主，你再这样一意孤行。 迟早把自己给毁了，不辱国教，不辱国教。日月神教战无不胜，东方教主堪称武德，千秋万载一统江湖。千秋万载一统江湖。情字误人，爱自害。可自古以来。 有多少人能够看破妄想自损？哇，好漂亮啊！只要大师哥好，我们肯定能开心。需要你做什么，就给你。大师哥，我好高兴，我真的好高兴。皓月丹，如果这个时候。 有一把剑就好了，我来。师姐，看我这招怎么样？快出剑呢！我受不住了，我真的受不住。不行，我不要做你的对手，我不要什么兄妹情。我不想用这个世界对峙。如果停刑。 感情会是电视没有关系，你并没有这么折磨我，是你自己在折磨你自己。别胡动！我要你跟我一样绝子绝孙！放手！什么？你这些贱货在哪儿？你住手！停！停！不一定要是一报这个仇，快走！你去死！ 跟他在一起，知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碰到你的琴声，都让我见到浮躁的心，变得平静了许多。你舍命维护我，应该我谢谢你。只要我灵魂生命还在，我就一定会送你回你的。天涯海角你都愿意吗？愿意啊。我也是。就像跌进了深深的湖水。 林圣旨，你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。你死了，我也没有活着的意义。走，你们所有人都死光了，全部。身为华山派的大帝，居然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跟魔教中人来往。师父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如果我杀了他。 我岂不是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？你不杀他，那我杀！我师父执意要杀他的话，就把我给杀了吧！我冲，再也不是我华山派弟子，我师徒恩断义绝。萧子，我没有投辟邪剑谱，你敢做？你现在就不敢承认吗？玉灵神，连你也认为我是卑鄙无耻的人吗？我是你的神。 我不杀他们，他们都会杀了我。朕不是因为我而死，而是不让我自己先死。我是邪魔歪道，我杀了你们妲己，而且我还会杀更多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会杀了你。我叫你打我呀！呀！世事变幻，祸福无常，就怕我的尸毒是暂时的隐藏。 明年端阳节还会再复发，哪怕我们只做一日的夫妻，也是我的福分。我早就把生死置之于度外了。如今。
些在江湖当中若不想被强者吃掉，那只有比强者更强。我五岳剑派自东土万里西来，志在除魔必胜。你们所谓的正派要灭我日月神教，那得凭根本之力。可是你们杀女儿入口孩子，又何为正派？宁可杀不可辱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来祭奠我的妻子。你以为你长得跟我一样，我只会杀你？小师妹，师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杀了我吧！你为什么？我不会死的！齐天大法，你不服从？难道你不把杨玉斩了吗？你心里还有爱？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。